你们比较年轻的小朋友，你们还知道这种键盘跟滑鼠吗？以前我们键盘跟滑鼠是接在这里的，甚至呢还会接这个15pin 的这个，然后我们以前就把这个叫 Compole。好，那现在 USB 呢，以前就键盘就已经只能插在绿色的，插在蓝紫色孔会不会有用？不会有用，它是一对一就对好的。那可是我们现在蓝牙，今天插这个，明天插这个，后天插这个，它都要可以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可是对电脑也没，我们都要向下相同。所以这个时候 USB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，它就创造出一个虚拟的 component， 虚拟的，就软体，你先插 A 这个东西，所以我就跟你这个讯号，我就虚拟的 component 给你，就是哦，我一个虚拟的实体的 component。那以前这边排到3，所以我插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、9号。然后你今天插一个新的东西进去，哎，是以前没看过的，好，再给另一个插口进来，好，叫抗气。好，那再插一个来，哎，这一个是随身以前看过，所以我们以前叫抗三，哎，抗四，所以现在它还是叫抗四。好，所以我们会有一个虚拟的一个插口。那这个插口啊，越多表示什么？这台电脑已经被你蹂躏的越久，因为它看过越多不同的东西了，所以像我的电脑可能看了30，已经到30了。好，那现在在做同一遍，你就发现它是70几号，因为不同板子一直插，然后就会一直，它会认为认识新的不同爱心嘛，它就给一个另一个，所以现在好像都70、80号，啊，所以他就告诉他，所以他这个时候他才知道要从哪一条，我从外面接的是什么东西，哦，所以你要告诉他你的实验板哦是什么，还有你的 compo 是什么。好，有了之后哎，这样才连接起来。所以这时候我们系列部哎有几个指令哦，这么长哦是原厂哦，就是我们 Arduino 官方哎他提供的指令，我有这么多指令。好，那这么多指令，首先我们比较常用的第一个是系列.begin 哦，然后括号 speed 啊，哦，就是我们今天就要告诉你速度。就我们两个通讯的速度，因为你要讲好说，哎，我一秒钟你要丢几个资料过来，所以我一秒钟要收几个，我这样我们两个速度一致，才不会漏丢啊，我才不会漏接嘛。好，所以我们有一个 serial begin， 好，有一个 speed， 好，然后接着来有一个 serial available， 好，就说，哎，那我们两个，哎，你有没有丢资料进来给我？有跟没有？有了 available。是否有啊？啊，所以有跟没有，啊，所以它，我们现在有导通跟没有导通，我们现在有收到资料跟没有收到资料，所以是有跟没有，啊，所以会回传一个有跟没有，所以有个 IP， 然后点对的，哦，去读，哎，我们现在你丢过的资料是什么？点对的，啊，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个资料，啊，所以那你的资料是什么？所以我们一样有一个资料型的 IP。然后接着我们要把资料印出来，有一个点 print， 还有一个 print ln， 就像我们以前的印表机就是印过啊，要换卡啊，就是加 ln 啊就可以换卡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来写第一个程式啊，所以讲个程式，我刚刚讲过，你整个程式呢，我们就先来写一个 hello world 啊，程式很简单。就是在 setup 的地方呢，我们把 serial.begin， 好，那我们假设给115200，代表什么？我们一秒钟，总共115200 bit， 啊，这么多的资料，然后呢 loop 呢，好 ，setup 就告诉好我们设定，我们今天讲到速度是这么快。好，然后 loop 就不停的重复，啊 ，serial.print， 啊 ，print 的时候，刚刚讲的是显示，括号 hello world， 啊，它然后 hello world 是因为是文字，所以我们加个引号把它括号起来，啊，所以 hello world， 所以这时候我们
等一下我们要怎么接，我在这边先接一次给大家看。那因为有些机器已经组好了，没关系，你就给它摆着。正常的话，我们今天只会用到它的上半部。我们下半部马达还没有到，就是我们在这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步。你现在自己要带带着吧，我是配好的 USB 线。USB 线这样插着它，然后这边是就要插到我们随便挑一孔，挑一孔比较喜欢的。那原则上啊，因为现在大家的电脑是新的，你这边有可以啊，老师不是这样做吗？3.0的是蓝色的，建议用不到，建议用那黑色的，因为我说有些 driver 啊3.0装不上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给施老师一个建议，有时候电脑太好，只会搞到自己。所以像我的电脑，我现在还在用 Windows XP， 可能听过吗？为什么我不敢换呢？因为以前我学生在只用 Windows XP， 现在它的程式哎，后来又改版，像什么 Windows Vista 啊，什么 Windows 7、Windows 8。那个 IRQ 啊什么中断，就我以前写的程式移过去就不能执行，所以我要很呵护我的 Windows XP， 就像很多公司哎还在用 Windows XP， 为什么改版这样很多软体要外包，而且还要花钱，那我没有钱花，我要自己花时间写，好，那就是用 Windows XP 就好了，就我的电脑还在挂 Windows XP，是这个原因。叉 B， 对啊，叉 B， 哦，可能已经20年前的了。就九八啊，九八，哎，九八后面就是叉 B 啊。哦，所以可能快20年了。哎，这个做事做的对啊，有时候太新不见得是好事。还有 Windows 3.1。那个都不到 ，Windows 3.1我也有，因为那台是专门打工模拟器。好，那我们插下去之后呢，正常我们要先知道它抗击法。哎哎，这个是我昨天在试其他的，哎，这个不是我的手机在想。哎，我们下一段会做这个翻译哦。哎，这个是昨天在试翻译。好，所以我们知道先叫它抗击，对不对？现在不知道，有两种做法。第一种做法哎比较笨，就是打开这一个。知道吗？工具，所以我们是要选择那个，对的。好，然后看后哎，数字那么小，就不可能就挑大的。哎，就挑大的数。哎，好，那不保险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正常在这里，我们是，我操，真麻烦，哎，把这个看不到。好，那接着在我们的档案总管在哪里？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本机啊。盾牌好，装置管理员，好，那我们不要继续叫。好，这是有个装置管理员，这有个抗，往下拉，所以有个 CH340，哎，你都换好了。
它有一个那个转换界面转换转换的那个 IC， 因为以前 RXP 它还是看那个讯号的，可是 USB 是 PCIP 是电流讯号的，两个不一样，两个讯号长得不一样，它有个转换 IC。好，那这个转换 IC 呢，大部分呢都会选择用4030，因为这个 IC 呢7块钱，很便宜。那原厂的呢，它用的是叫做 US 是什么的，那一颗呢30几块。好，所以你只要看到你的那个 combo 是显示的这个，一定是淘宝买的，这不用，这不用买，你绝对不是。然后即使那个板子拿起来写 Made in 意大利，电双嘛，那我要你说 Made in 某些我都没印，看看就好，那真的是最准的，用的量，用量最实在。好，所以这个是一个，就是我们以前的 Compo， 啊，转 USB 的那个转换 IC， 啊，所以这个是340。那这个340，你们上次有教你们去找吗？去安装？那反正或者直接 Google 直接打 CS340 就可以找到你的 CLP 的执行长，就了解一下等一下。然后有些人有些电脑太新，尤其是没有2.0的，现在有那主板都没出2.0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他会说你安装失败，然后你要把安装再点一次。他们都说安装成功了，就这样，哎，就这样就好了，很奇怪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屡试不爽，就是只要是你的这个电脑全部都是3.0的，一样的程式按第一次安装失败，好，它的下面的选项叫解除安装，它就用解除安装成功，然后在执行上面的再说安装重新安装一次，它就是安装成功，好 ，OK。就是你的电脑新的话，这样子就装好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不知道。反正这个是网络上大家那个，你就吃过很多亏，然后每个人都说，哎，靠，大家都很成功的。哎，我觉得电脑太新的话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，我都要自己小心一下。然后这边我相信可能大家已经开始都办好，应该，反正应该，因为这个是电脑说新不新，说旧不旧，所以应该是直接在 Google，你就直接打 CH340，我们就打 CH340。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大陆公司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就这个。江苏。就要下载。下载下来，它就是一个执行档。然后它340后面有很多341啊、342，它的都叫340，哦，所以就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执行档就好了。反正它是一个执行档，哎，好，就这个档案它下载下来。好，那下载完之后呢，你就那边下载完之后安装，把这档关掉。好吧，下载完成功之后呢，你 USB 再拔掉，再插就会有相当的事情就发生。好，他就会说找你这边就会说会就会找到你的新的 combo。好，那15号我们记起来。所以我们这台电脑最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电脑对于这一颗就是叫做15号。15号，那我们接下来今天写一个第一个程式，好，那我们拜访我们先新增一个，好，那这里面的旧的话按叉叉，好，那这边对于西元这两个就是做一个注解，让你看得懂的，我们写中文也没关系。好，那我们在这里首先就先写两行，第一个 CLIL，CLIL，CLIL，
备啊，导对最大导电也是。好，那我们给11520，好，给一个速度。那是多快啊？啊？那是多快？11520就是一秒，我们之间的是11520米，这么多的一个资料，就一秒我们传的11520米的资料。好，然后接下来这地方我们可以写一个字典。点可以来，我们叫它运输，好这个，好，然后每一行指令完之后记得打分号，好，打完分号之后我们观察一下，好是 Nano 15，好没有问题，我们敞开了，好按敞开了，好叫它叫你先储存，那我们储存呢，我们这个叫。好 ，first 第一个程式，好，然后储存一个档名，好，然后它这边就定义中就给它一个时间跑，第一次跑都会跑比较久，好，然后它就告诉你，好，你总共呢程式使用了4%的资料，而且你的那个盾呢，你用了9%的动态记忆体，好，那你最多有2K，好，所以这个大家不用太在意我们程式啊，来。都不很大，都不用担心，好，所以就要看，没有出现红车子，那你看哦，我今天这个地方故意打错，有没有？所以这时候按一下，好，就出现红车子了，然后你就是这个出现这个上面下面看一下，应该就可以找到它错的不小心打错的地方，所以或者说像这个地方，你看，刚才讲说程式写法，你看少打一个分号。稍打一个分号哎，再敞开了，那么他就会说哦，他你过这个要请肯分号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直面打一个分号，好，一个分号我们知道再敞开了，好，都没有红色的，就按旁边，好、哦，旁边这个，好啊，按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程式哎，它会上传中，好、哦，接着上传完毕了。那出现上传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再打开终端机，好，这个终端机，这里有个终端机嘛，把它打开来，有没有？它是就一直没有第一层存的，一直摇，然后这个地方有没有？它一直过来，那我把这一个勾勾把它取消，有没有？它是就那个转高，好，然后这个时候来讲你们的电脑。电脑这个地方速度，可能第一次利用，可能它会内建是9600米，啊，因为15200米是整个地底的通讯速度最快的。然后你看15200米呢，后面还有很多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那是靠软体模拟，所以有时候会掉风暴，就偶尔会传错。那传错几率是多少？那15200米呢？规定呢？要0%。好，所以15200米下来，终端要0%，因为它硬体接收不能出错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去挑就看了。好，所以就挑15200米。然后原则上，我们现在习惯都先选择最上面这个。好，这个是你之前要稍设定的，我们都把它设定在最新的。那这个时候我们让它再关掉，好，再重新一次，好，现在就有了，好，然后把它关掉，哎，我们这里加个 LA， 好 ，LA 我们关上，然后接着记住要在正常的话就是要先 save 起来 ，save 起来就是按这里有个 save 跟 open， 所以你先按这个 save 比较快。要不然就是要档案这个地方按储存，那你要储存另外一个档案就是另存新档，好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把它储存起来之后，它打开了，打开了完都没有问题，做一个烧录，烧录完好，烧录完毕，再按这个点击，所以加了 LA 是要换卡，所以它就下，它下。所
说，那你的速度表现不错哎，不错哎，你丢那么快，可是我松比较慢，所以是就会漏掉，所以我的资料是就是乱码，啊，丢了产生就会产生是乱码。所以我们现在两个速度都要一样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假设说今天呢、啊，你看这个定的速度很快，好，那我们把它改成9600，啊，9600，好，把它换掉，我们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打9600，9600，我们看这个是烧录，所以9600是一秒只传了9600比特，所以是传的资料比较少，所以定的速度是不是应该变慢？我们来确定一下它是有没有变化，现在至少这闪的速度是比较慢一点点，好，所以我们等下尝试的先来去先写一行，好，叫 C 的地点，然后一行呢 C 的点可以的 LA， 好，跟着在我们的讲义，好，你们在你们那边也打开可以看到我们的讲义，我们已经直接跳到跳跳了，这样的奖励给大家的 OK， 我们丢过去的是一个怎么样说，所以我们已经现在跳到第四章，所以我们就得往下拉，好，所以我们要拉，我们先好讲到第四章，大概已经到三分之一的这附近这地方，好，有一个 C 一个笔记，然后 C 一个内存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印出来，然后这印出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接着来我们加一个 LA， 所以印起来就是这样子的，好，我们来尝试先来做一个写一个简单的扫描程式看看，好，那我把画面接上去给大家，老师，如果我们要拷贝你的程式的话，拷贝到你的地卡了，已经到，好好，已经在你的地槽在找到，只是我在我正在用的笔是用给我点时间的，好，我们可以拷贝上一次的吧，上次经过拷贝过来的解决一梦，那个施老师就对，好，我们来尝试着自己练习看看，然后你烧录完了之后出现红色字的话跟我讲一下，应该因为 有些板子可能会出现红色字，因为你一开机完之后，你的那个马达它会叫它动，结果马达动需要很大的电流，因为实际的电流不够，它就会reset。这个时候你就要跟我一样，把上半身跟下半身要先分离，就是要让马达自电。施老师，你给的资料不准确，因为上次已经考虑过了。这老师刚刚给的。对，你就盖章的范例就好，因为它跟章好像。你刚想写一个简单的范例，再往下，往下是四章吗？第四章。那高级老师，我才干，我要自己看看是正常。都可以那么短吗？这个，你有没有？
垂直。对对，让这时间垂下去。喜欢存在这一条，打错字，是因为没有碰头哦。Before 这个的话，主页嘛，然后分叉，所以就。